能就觉得军人读军校不错啊，所以其实才会带他来了解啦。对，然后因为他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所以觉得来问当事人最清楚。我们的小孩对于这个军校非常有兴趣啊，所以说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带他来多了解一下。然后来到这边呢，这边的服务人员都叙说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更了解的很多。为了让青年学子有机会了解各军事院校校况，并延揽高素质人力加入国军，国防部日前配合了台北、台南头部举办的2016大学暨暨职校院多元入学博览会活动，整合陆军官校等九所军事院校与招募中心，在会场设置国军军事院校专区，介绍军校特色，选派优秀的军校生，在现场发放招募文宣，分享从军以及就学心得，透过海报、手册以及讲解说明等方式，使有意报考军校的学子透过亲切的咨询服务，深入了解各军校的教育内涵及未来生涯规划，为投身军旅做好准备。我是金陵女中高三的学生，然后我对军校有兴趣，所以我今天过来问一下相关的资讯，因为他们有很深入的介绍，所以让我对军校有进一步的了解。大学还有技术院校的一个博览会。这三年来啊，我看到这个每一次的活动啊，人潮是越来越汹涌，参加的青年的学子和学校越来越多，表示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的。那去年我们有将近有7000多位的青年的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国军的各院校，那今年我也再次的介绍我们的各院校也具备丰富多元的风貌，也再次的欢迎我们所有青年朋友们踊跃的加入我们各院校，加入国军，报效国家。今年在大学博览会军事院校专区中，由各校专业的招募人员为参观的学子与家长分析说明，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志向与各军校校系特色，寻得符合个人需求的建议，作为未来报考军校的参考。热情贴心的服务与完整的资讯，在言谈间展露军校生允文允武的风范，深获青年们的倾羡。官校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平日上一般课程之外，寒暑训还会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学生的学习管道多元，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欢迎加入陆军官校，成为陆军的一份子。我们海军官校跟外面大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要培养的就是我们组织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未来成为一位优秀的海军军官，能够独当一面。就读我们学校最棒的优点就是，我们学校是全台湾唯一一座培养专业战斗机飞行员的学校，可以圆每个人的飞行梦。我觉得就读我们学校是个非常棒的选择。澳门政战学院为部队培育艺术工作专业人才，还有心辅专业人才以及新闻文宣人才，这些人才为我们部队注入了一股新的活水。国防医学有5个系：医牙药护空、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工卫系，还有护理系的部分。然后我们学校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想要走研究型的路线或走临床型的路线，在我们学校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我是想要选医学系，然后就今天顺便来看一下有哪些资源可以了解。然后目前高二，然后想要提早先做准备。此外，为呈现国军单位与军校学生允文允武的活泼朝气，陆军专科学校也在博览会活动中安排战鼓表演，展示社团学习成果。而近期广受欢迎的3G1队人形器偶，也和代表各校的特色吉祥物一同上台热舞。
活泼热闹的场景，宛如一场小型的嘉年华会，热闹非凡。国防部为了这个招揽优秀的青年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对军校的各军事院校，参与了这个大学技职院校的入学博览会。而为了要把是军事学校的特色还有未来的生涯规划提供给这个大家来了解，然后相信未来的军事学校教育能够有教升学就业两个大保证，是我们国防部会给青年学子提供的最好的毕业证书。投身军旅不但能结合职场志趣，又能为国家服务，绝对是有志青年最佳选项。此次大学博览会中，军校生气宇轩昂的自信表现，让军事院校专区成为活动中最受瞩目的焦点。相信在他们热忱的协助以及详细的说明下，年轻学子必能体认保家卫国的荣耀，进而加入捍卫国家安全的行列，以充实国军人力，强化国防建设发展。加入国军，成就非凡，欢迎你。